经里面听我说，他说：“让我的家有粮。”听过没有？让我的家有粮。他是上帝创造万物的主，但他说：“啊，让我的家有粮。”谁是他的家？哪里是他的家？教会是他的家？他说：“让我的教会有粮。” 啊，他是创造万物的地，上帝的那怎么样可以没有粮的呢？为什么他不可以，让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发生，让我们教会大大有粮吗？他没有，他说把这个责任交给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啊，千万不要忘记啊，蒙福的条件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奉献啊。因为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功课：你信不信有你啊？不读了，信不信有你？ 如果你不信的话，那么真的是我要继续为你祷告啊，弟兄姐妹。那么好像是上个礼拜是那个什么啊，Grace还是改期还是开还是一样啊？到时候你们可以找那个姊妹团契的负责人去交通交通。我好像是那个 Joyce 啊、简典啊、师母，好像是他们负责的，我不知道了啊，你们问他了。 啊，不管怎么样好，我们都要支持教会里面的每一项活动。啊，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要支持啊。啊，我也是靠这个态度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个读经呢，我们看就可以了啊。就是记住一句话：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不要自己细孔自己啊。广东话有句话，香港人讲句话：你唔好自己压自己啊。 很精彩，我觉得有些香港人讲话，广东人讲话是很精彩。你唔好自己压自己啊，你不要自己啊，英语叫做你不要 deceiving yourself，deceiving 啊骗你啊。那好，那么还有圣经里面讲了什么？如果你听到有不行道的时候，就好像人都要自己看了自己本相以后，然后就。 拍屁股就走了，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忘记他自己本身是什么，弟兄姐妹，今天我跟你们分享是什么呢？另外，这是分享主要是分享第二圣经，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啊，荣耀啊，归给他，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说，要听到，要行道。 好，弟兄姐妹，我今天特别的预备了这个 sermon 啊，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提早15分钟，哇，15分钟而已啊！但是好像是我们都比较困难啊。不过弟兄姐妹没关系，盼望你听我今天讲到以后啊，然后你就明白什么叫时间啊，东方西方人的时间观念是什么，然后。 弟兄姐妹，盼望你跟我都给上帝一个时间。弟兄姐妹，什么叫时间？有没有想过什么叫时间？啊，时间是不是好像金钱一样和随便的花？啊，就是我要怎么样处理时间，怎么处理时间？有一句笑话很有意思的，那个丈夫问太太：“你喜欢我送什么东西给你？” 他说：“我喜欢你送给我一颗垂边花的花。”那么丈夫说：“你想的好美啊！”那么弟兄姐妹，这个笑话啊，不过呢，时间确实不是垂边花的东西。什么是这不能浪费？时间不能浪费。弟兄姐妹，他好。那么有人也这样说：“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好像天气预告一样啊，是一种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东西的时间，是吗？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吗？”今天下雨，明天下雨，到底下不下雨？时间就是这样吗？啊，不知道是不是呢？不过怎么样都好，时间在全世界的定义都一样。还有一个要什么一样啊？你去什么地方？ 东方、西方、非洲、亚洲、澳洲，什么都不好，一个小时有60分钟。
一分钟里面有60秒，一天里面有24个小时，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弟兄姐妹。所以，如果我们如此类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说啊，美国的时间、中国的时间啊，是怎么回事？就我告诉你，我在美国生活那么长，你们也知道，美国人啊，因为呢啊，西方人因为时间呢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英文里面有一句话什么呢？啊，是 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为什么？他以为时间很重要很重要，而不是说他是发情况，不是说他是不是 money hunter 而已啊。所以弟兄姐妹，在一个啊那个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总那个总统啊，啊美国人把他看成英雄一样，叫富兰克林啊，叫什么啊 French 叫什么呢？你爱你的生命吗，弟兄姐妹？你爱你的生命吗？如果你爱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不要浪费每一秒钟。人们的生命就是让，就是从很多很多的秒组成而成。弟兄姐妹，第二点我跟你说，第一，东方西方的时间的观念是什么？然后告诉你什么叫它的分别在哪里。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什么呢？他说，因为万有都等于他。所以呢，我们要依靠他，要因为此众来说，我们要归于他。弟兄们，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段经文呢，是给我们一个种的记录，好像记录我们的神性，来记录神的总记录了。那弟兄们，你有没有想过，当上帝称呼他自己的时候，他称呼的是什么呢？当上帝称呼他自己的时候，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是首先的， I'm the beginning, I'm the first, and I'm the last。 我是首先的，上帝健康之间，我是首先的，我也是幕后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说什么呢？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奥米加，啊，所以我们知道，阿拉法是那个希腊文里面是24个字母的第一个，然后欧米伽是希腊文里面那个24个字母的最后的一个，所以呢，也是说我是始，我是终，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这个24个字母都好啊啊啊，但它啊这些啊记载了好多好多好多东西在里面，所以时间啊，耶稣基督、圣灵、圣子都有讲的时间啊。我们看等什么呢？上帝是掌管时间的开始，而是创造时间的开始的。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上帝、耶稣跟圣灵呢是掌管一切，掌管一切。万有的事他是掌管的，万有的事他掌管的。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这最后的时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审判，刚刚开始之后，上帝说他在那个水面上运行，所以他就创造了但是在后来的时候，他说在大审判的时候，他说我是最后要审判人类。还有说什么来说？圣灵会成为什么呢？圣灵成为一个见证人。来审判人类，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人都好，不管你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但不管你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有没有好，或者是你犯罪的好，圣灵一定是在你心中运行过，圣灵一定会告诉你什么叫对，什么不对，但是你不管他，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就很清楚，很清楚的就会把这个圣灵带出来，是你不能不承认。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时间的时候，万有的开始，万有的结束，还有万有创造的目的，也有是审判，也是时间，也是上帝最终极的目的之一。这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本于他，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上帝要什么呢？要把荣耀归给他，而且是永永远远。
所以这段经文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把这个图画放在前面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了什么？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历史是一条直线，所以看这个人在上面走路一条直线。原来历史是一条线的观念呢，不是人类文学可以写出来的。这里我说的是，人类的历史是一条直线，不是人类文学写出来的，也不是人类所有宗教所想出来的，也不是人类的哲学家可以想出来的，不是，不是一条直线而已。历史是一条直线，全世界就圣经告诉我们，历史是一条全直线。为什么说历史是时间是一条直线呢？因为第一个，我们想的什么一条直线，是我们想的是有始点有终点，所以我们说这个观念是自然界里面是看不出来的。你看大自然的时候，看太阳，看星星，看月亮，你看不出来历史的时间是一条直线，乃是什么？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无论是东方的哲学，或者是东方的宗教，或者是西方的哲学，或者是西方的宗教，我说宗教应该不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不是啊，同他们的迷信，我说他们真的是迷信，都没有办法构成这个历史的观念，是一条线的观念。弟兄姐妹，刚说了东方西方哲学宗教迷信全部都没有办法讲出历史是一条线的原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那我们知道，在人类的自然界中间呢，我们要明白，我们很要明白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什么呢？很自然就看太阳、看月亮，对不对？那看自然看，当我们看月亮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那个所谓春夏秋冬啊。然后呢，我们看到春夏秋冬以后，我们想到什么？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我们看到周而复始的现象。当我们看到周而复始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产生时间观念。中国的时间观念是什么？我们知道木兰辞，中国的官辞时候说的什么呢？唧唧复之唧。木兰当户织是什么意思？就告诉他中国人是一看到大自然，一看到这个机器机器不机器机不机器的重复一个动作，重复一个动作，重复都是说有生物的有生命的物，他们都是生生不息，所以中国人时间就从这里开始定的呗。这观念后来呢，就产生轮回的思想，变成轮回思想。哦，有时间变，就在中国的思想当中变成轮回。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轮回思想是从哪来的？从印度来的生命哲学，带了中国来了。所以，那么中国的思想对时间思想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夏入在月丙丁庚生运，对不对？我们知道中国的时间是用有天干。地支对不对？然后我们知道然后成为说六十周年就一个循环，六十周年就一个循环，对不对？一直轮一直轮，所以中国人时间就变成什么呢？是吧？就是不管东方西方，其实是差不多啊。人类时间观念是什么呢？在大自然停留在大自然的启发中的里面。也在也如果是在大自然的启发里面产生时间观念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超脱那个大自然的捆绑。所以当奥古斯丁当他从圣经里面看的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一条直线一条直线是一去不回头。所以我们看到时间观念跟轮回的不断的周而复始，跟时间是一去不回头的，是完全的两种事情了，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看看什么呢？这种观念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我们看看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东方西方啊，他们都是用轮回的。其实你知道吗？希腊文、斯拉民族里面，他们的时间观念也是全轮回的。印度的也是差不多，但是他们是全轮回，是说一直要聊螺丝形，一直往上走啊。当然基督教的那个直线的观念呢？ 跟他们三种的观念有什么不同的论点？有什么不同？我跟你说，分别在哪里？有什么不同？基督教有基督教国家的地方，有基督教国家的地方，你们想想，科学是一直在进步，有基督教的国家，有基督教所在的国家，他们的科学是一直在进步。 那么我们说什么呢？我们看这些图片了，弟兄姐妹意思啊。那我们说啊，西方有一个图样，有一个科学的图样。弟兄姐妹，这个图样是什么？这个图样就是直线的观念。直线的观念是什么？弟兄姐妹，那我也出来，我怕你们不明白。因为什么？因为受了这种时间观念的影响的时候。 对于生命的价值的看法是不一样。那弟兄们，听我说，你受了这种时间观念，一条线的时间观念的影响的时候，对于生命的价值看法是不一样。如果人对时间不是在一条线上进行认识它的时候，他对他的生命就是很随便。 他对他所做事情是不负责任，或者是他拜错了神。所以，为什么中国刚刚我们所说的轮回？轮回是什么意思？轮回就投胎再来过，这一次不成功了，然后再投胎再来一次，下一次不成功了，再来一次，不断的投胎，不断的投胎，不断的再试，一次一次。 反正说什么？因为他们的观念之中是什么呢？说下一次还有机会，一条线的观念是没有机会，弟兄姐妹是没有机会。所以当你的时间观念是一条线的直线的观念的时候呢，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每一秒钟都是不回头、不能回头的，每一秒钟都不能回头，每一年都是永远的过去，每一年都是永远的过去。如果我们今生 失败了，那么或者是我们这一年失败了，那么我们就是永远的失败。这一年时间永远的失败，那么你要从明年开始，你要记住，时间不是很多，一条线而已。所以这个给我们看的是什么呢？说我们要好好的爱惜我们的生命，不能不爱惜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怎么利用我们的时间呢？我们怎么去利用我们宝贵的青春呢？哦，我们要对时间，我们就要怎么呢？要在暂时时光中呢，跟永恒发生关系。我们的时间都是无存的，我们的人生也是无存的。那么，我们要跟永存的上帝发生关系。所以，这幅画很美，我很喜欢它。亚拉。 让沙变成了永恒。你就会跟他发生关系的时候，抓着他的手说，就会变成了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凡是有这种思想的人，做人一定是很严肃的，做事也是一定很负责任的。所以，凡是有这样思想的社会，凡是有这样思想、直线时间观念的人，都会什么呢？ 这个社会里面都有不断的有伟大的发明，不断的有伟大的发明出来，永远都涌现。今天有牛顿，明天有马灯，后天有杨灯，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不断的涌现伟大的发明家，不断涌现伟大的发明。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尽管是。 这个世界变化好大好大，你看清楚，不管哪一个最大的发明，全部都是在西方社会开始，不是一本，不是中国，连一本都不是，一本没有伟大的发明，没有。它的名字，它的文字是从汉语而来
他们的学西方也是从汉语的帮助去学习，但是他们没有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没有伟大的发明，没有一样都没有。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有直线的观念的时候，就是什么意思，它就受圣经的影响，所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科学是一定是一直进步。你想想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从这个图画里面我想什么呢他的孩子是这个人的孩子是很聪明很会读书他大学毕业以后或者是在哪里读书以后，读完书以后你会想想他会送他两夫妻会把这个挂画送到尼泊尔去读书吗？可以送到他去伊朗读书吗？他们会把这个挂画送到伊拉克读书吗？没有，他把他送到什么地方？送到英国牛津大学，把他送到美国哈佛大学，这两个大学其实都是神学院的以前弟兄姐妹，这个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把他送到基督教的国家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辩论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如何他们都一定是把他送到基督教国家，这是没有办法被辩论的。刚才所说的对你没有想过，同样是有宗教的国家，宗教伊拉克有宗教，阿富汗有宗教，尼泊尔有宗教，波登有那个丹有那个宗教，那是不是有宗教的地方就是一样呢？不是，不是，因为受基督教国家的思想影响的时候有大大不同啊。所以你知道吗？很多人就算他不信耶稣，但是他也是把他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国家去求学。为什么？我们想想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在阿拉伯国家，不管是在印度教的国家，他们都没有办法产生伟大的工业产品。有没有想过，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呢？准确性的科学知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直线的观念，他们所思想呢他们因为什么呢？那些拜偶像的国家，他们对他们思想里面对那个被造界神所造的事物只有一个封闭的印识。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些拜偶像的或者是那些非基督教国家，他们的思想是封闭的？因为他没有对上帝有一种负责任的观念，没有。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事情，弟兄姐妹。好，最后是盼望你们给上帝一个时间当我们看到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到归于他的时候，你明白这几句话以后，我相信你是不会去浪费你的生命。因为你思想你的生命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呢？你知道你生命的源头不是动物，你生命的源头不是猴子，你生命的源头是上帝呀，是永生的上帝。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源头是永生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弟兄姊妹听我说，我们的人生，你跟我的人生是有神的目的在里面，有神的荣耀在里面，有神的计划在里面，有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所以说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归于他。弟兄姊妹，当你真正明白这几句话以后，你真正觉悟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真正觉悟起来的时候，就好像什么，你去对着个镜子看看你自己，哇，原来你有永恒的本性在里面。因为你有那个永恒的本性在里面的时候，你就要好好做人，你要好好做人。弟兄姐妹，这个是一种的自我的提醒。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自我的提醒，提醒什么？人性里面有神性，
所以你就要尽最大的责任去生活去活。弟兄姐妹，这句话很好，我很喜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Amen。为什么把这个靠插在上面呢？有没有想过？我想把这几个字“万有”这个字呢，改一改，改什么字？改你的名字。是因为 Simon 都是本于他， Simon 都是依靠他， Simon 都是归于他，所以我盼望什么呢？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们都好像我一样，我们对着镜子的时候对镜说你自己的名字，对说自己的名字。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万有，万有是包括你在内。这句话我经常说，经常说，但是是真理。我们一塌糊涂，我们很可怜，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没有一个好的回应，这个就决定了我们的价值。弟兄姐妹，上礼拜讲到我们人生中到底有多少宝贵的时间呢？因为神是存在的，弟兄姐妹。所以摩西说什么呢？求你指教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么述说我们自己的意志，好叫我得到智慧之心。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当你没有智慧心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家庭？你没有智慧的心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的 finance？ 你没有那个智慧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所以一听到我都想想哭，因为人类就是这样，我们不要做那些笨人，笨人造笨神去拜笨神，我们也不要说我们很聪明，我们就造一个聪明人去拜聪明的神。 No， 我们是被造者。当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造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讲一句话，对神的时候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我们的意志，好叫我得到智慧的心。弟兄姐妹，这个听到要行道，讲了又讲，讲了讲。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今天我告诉你什么呢？听到行道。今天一个功课，我盼望你们学什么功课？第一个说我们要坚持准时参加主日崇拜，因为时间是很严谨很严谨的，时间是很宝贵很宝贵，一去不再回来呀。所以弟兄姐妹，你把你的尊崇、你的尊敬，让这个上帝的荣耀归给他，准时回来参加崇拜。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给上帝时间。弟兄姐妹，给上帝时间，给上帝时间，每天读经，每天祷告，每天思想上帝的心意。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真的是很真实很真实的真理，是真理真理真真真真理。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才是有福分的，唯有昼夜思想的人才是有福。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记住这句话。弟兄姐妹，他给我们允许说，你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会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进的都遵顺利啊。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是真的从心中告诉你这些话语，很简单。圣经里面，我们一辈子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真理要填满我们的人生，我们总能随便我们人生呢？每一分钟都不能随便。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今天是守主日的时候，我
我不知道你的世界怎么想，我不知道怎么想，不过我是这样亲神亲自的设立的这个信仰。弟兄姐妹，昨天我去一个神学院里面讲道，一个神学院进去讲道，然后我心中也是很感动，因为 我早上是起来是祷告，我盼望你这里那神学生都知道他们人生是一个什么任重而道远的人生。弟兄姐妹，你也是，你的人生也是任重而道远啊。所以耶稣叫我们纪念他，要我们为他而活，要我们为他而活，好好纪念他。弟兄姐妹，当我们领这个圣餐的时候，我很严肃的，我从心中告诉你，这个圣餐是圣洁之物，是为圣洁人而设立的。弟兄姐妹，我更是告诉你一个真理，神的奥秘是单单为了神他自己，为了神他自己的百姓，这是我经常说的话，每一次看到我都非常感动。弟兄姐妹，当年领圣餐的时候，那些都是立个誓愿的基督徒，你记得吗？当年耶稣基督领圣餐的时候，犹太那个叛徒逃掉了。所以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记着什么？我们记得要审查自己，要审查自己，我们行事为人配不配得吃这个饼啊，喝这个杯。因为耶稣讲的很清楚，是说这是我的身体，弟兄姐妹，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是我是为了舍了你们而行。你要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这个杯，这个饼，这个杯是耶稣的身体，是耶稣的宝血。我们一起祈祷好不好？我们一起愿神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为这个饼祷告。父神啊，求你让我们看到这个饼是预表着你的破碎的身体，这个饼是预表着你的身体为我们摆上。父神啊，我们在这里是再次审查我们自己，让我们真的知道去纪念你，让我们真的知道，真知道，没有你的肉体，没有你的身体为我们摆上，我们没有生命。父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父神啊，求你让我们从这个杯，仿佛看到你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这个宝血流出来是为了我们。父神啊，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当年被鞭打，让我们尽管在今天也看到罗马的兵丁用枪来刺耶稣基督的肋旁，让我们看到这个血在他的身上流出来。父神啊，当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他为了我们，是为了我们立我们生命的约的时候，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明白时间是一条线，一条直线的往前走过去，
然后我们呢，对人生也是有一个严谨的人生观念。然后我们纪念你的同时，也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所作所为负责任。父神呢，我们从国家社会的发展，从天下的人类的活动，我们看到只有依靠你的时候，人才有盼望。当人不依靠你的时候，当人没有把心摆在 你的施恩宝座前面的时候，就好像当年的日本人，他们学西方学基督文化，但是导致的是家破人亡。父神呢，让我们记得法利赛人，他们是指着你的名说话的时候，但是他没有把他的生命交托给你的时候，他们也是经历过无数的痛苦。父神呢，让我们也明白，今天我们来你面前说是恩典，但是你也是告诉我们，你的恩典尽管是免费，但是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父神啊，怜悯我们这里的一群，让我们一辈子都思想你，一辈子都爱你，一辈子都为你而活。父神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起来吃这个杯，我们也一起来喝这个杯。好，愿神祝福大家。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 refreshment 是在那个 fireside room， 就是我们总学的地方，很好。那地方不冷不热，而且来说呢，讲话可以很大声。